包里的东西都被海水冲走了吗？对讲机还在。喂，喂，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天快黑了，殡仪者马上就会……那边好像有个加油站，但愿你们是安全的。我可不想受伤，我需要武器和药品，加油站里也许能找到。 谢了，老兄。那边的是变异者，得小心点，在这里受伤的话就麻烦了。我需要抗体药剂。
看来暗源这里还没被拾荒者给掏空。 这些怪物简直没完没了。 谢天谢地，手电还能亮。 地方让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得快点离开。 这样就能把变异者甩在后面，安全到达避难所了。 这是想要加入营地的新人，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，体检的时候细致一些。
了。